对你凝着根，但痛心无奈，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，冷冷长夜深，梦更深，人渐惯在爱路继续浮沉。古卓文，圓圓你好，你是我的 Macau friend。Yes。我知道呢，我即刻 有反應啊！好，不如你用葡文多謝下你的 Macau friends 啊。我介紹我自己先啦。Hola, sou German. Muito obrigado por vosso suporte e boa sorte。講得好好啊，我覺得，俾掌聲啊，大佬，我唔識聽，但我覺得好好流利啊。好啦，古卓文嘅心形是冷，究竟評審覺得點咧？千華。我想 recap 少少頭先，因為點解我會20分呢？因為我覺得咧，今日最後一集咧，如果譚輝智係一個素人，佢可以走到今日，佢可以呢個咁堅持，同埋佢，你真係唔會覺得佢係素人嘅。我覺得呢樣嘢好難得，參加比賽好大壓力，但係頭先佢好鬆，所以我唔知咁驚訝係咪冇。唔俾得今日20分係冇問題，我見到，因為我覺得我真心中意，我就會咁。OK， 講翻阿 German， 其實今日我係又係第一次喺度聽你唱 live， 但係今日你唔係我之前喺所有之前比賽聽嘅你嘅演繹方法，你今日係用最純粹、最 pure， 係完全你自己嘅內心同埋 vocal 出嚟。即係你冇咗，即你有自己裏邊嘅 dynamics， 或者有自己嘅感受，
之前咪好多朋友覺得啊，你可能有啲嘢太用力各樣，但我覺得嗰陣時可能你因為好想表達，用你唔同，因為你好專業啊已經，所以你好想表達自己嘅歌唱上面嘅唔同演繹方式。但今日你選擇咗一種，就係一個方向去表達呢一隻心形是冷，所以反而呢個係最真實嘅你，係將你嘅 showmanship。反而咁樣最簡單地拱到最前嘅歌，誒，好似非常之好，聽落去應該好高分啦。Harry， 嗱，不如我講翻少少 advice 啦。其實你今日個感情係好好嘅，不過我略嫌頭半首太拖。呢個亦都係我平時同你講，你唱歌咧好多時嗰啲尾音咧，你收得太靚，咁就冇咗 storytelling 啊。同埋你有懶音嘅。你回去不知道可以聽翻啦，夜更深啊，唔係更深啦，上獨行唔係行啦，即係你要咬翻少少正翻嗰個啊廣東話，同埋當個 rhythm 一入咗嘅時候咧，唔可以再咁 lay back 啊唱歌，要有啲 punch， 有啲 attack， 會同個 arrangement 再夾啲咯。知道。好。多謝伍 Sir。睇下網民對 German 有啲咩睇法先。Okay. 哎呀，我哭了啊！古卓文好有感情啊。仲有咧？古卓文唱得最好聽，究竟古卓文的心形是冷得到幾多分？一齊睇啊！好，74分。